姓梁，梁怡彤。中国的家电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现在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家，也是使用国家，也是最大的。那么这几十年沉淀下来的家电，实际上大家都没有对它有这个清洗的概念。通过这几年的大的家电品牌进入整个家电清洗行业，那么也就推动了整个国内的这种家电消费者对于家电需要清洗的这么一个概念，从而造就了我们现在也是跟随着整个行业的发展，对产品进行了世代的迭代。那么从最初的只有一个冷热水功能，到我们增加了脉冲功能，增加了这个冷热水可调节，再增加了现在的这些射灯功能啊、语音功能啊，也就是产品在逐步逐步的迭代。那么再到我们今年出来最新的产品，能够洗自来水管道、地暖管道、太阳能，所以非常的方便。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二合一的家电管道清洗设备的一体机，它除了清洗那个地暖，还可以清洗自来水管，还可以清洗暖气片。这是我们的家电模式，这个按键是我们的管道模式清洗的按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个进气管，我们在清洗管路的时候会用到连接到空压机。这个是我们的脉冲输出管，连接到我们的管路。这个是我们的净水管，这是我们的侧漏表，这个是我们的输出气压表，并且我们的气压大小可以通过这个气压调节阀来调节大小。我们打开上盖看一下，这根是我们在清洗热水器时候用的一根热水器连接管，这根是消毒管，在清洗冰箱的时候可以上下两个门同时可以进行消毒。这个是我们在清洗饮水机时候的一根管子。好，这根是净水管，还有一些多余的小电圈。这是我们的电源插头，一本说明书。这是我们的多功能喷枪加上枪管。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短枪，这是我们的长枪，它都可以固定在我们的卡键上面。这是我们的升温键，这是我们的降温键，这是我们的水压湿度调节的按键，这是我们的模式按键，这是我们的启动暂停的按键。它共有冷水、热水、臭氧消毒，还有蒸汽，还有脉冲，一共有五种模式。那么我们现在最新升级的这一款二合一，一个是指清洗家庭的电器，那另外一类就是像管道类的，比如说自来水的管道，自来水的从入口到你龙头到花洒喷出来这一段距离，长江以北呢，它还有一个地暖管道。同时因为你在洗油烟机的时候，高温蒸汽大量的蒸汽在油烟机里面弥漫的时候，你其实看不清，所以我们又增加了一个射灯功能。对于这个行业的很多师傅，其实他可能有些年纪比较大，他对于这些文字或者操控方面其实他没那么灵活，那么我们就增加一个语音功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多功能的喷枪上面进行了很大的一个升级跟迭代。我们师傅在洗空调的时候往往是要搭这个梯子上去，你可能需要用到蒸汽，可能会要用到热水，我们就不需要再往下了，跑到这个设备上面去转换功能，我们直接通过这个电子控制的喷枪就可以在上面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对于蓝岛来说，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一个长远的发展，能否真正在产品上、在培训上、在未来的一些平台搭建上能够帮到想进入或者是想通过这个家电清洗行业进行创业的一些创业者。我们到今天为止已经培训第59期了，这些学员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不远千里来到这里，那就让他们吃得好一点，住得舒服一点。我们专门请了4个本地的大厨学员或者客户，普遍对我们的几个大厨的这种厨艺还是比较认可的。我们在用心去服务我们每一个客户、每一个学员，保证每一个学员的能够学到的过硬的这个基础知识。所以我们组建了6个人的培训讲师团，我们整合了这6个老师的各自的长处，让
他们分享他们五年八年的这种清洗的经验，让我们的学员快速真正的了解在清洗每一样家电的时候最关键的核心点在哪里。既然我们作为设备的行业领导者，我们自己都不能把控这个东西，我交给别人，我相信别人可能更加把控不了它的品质跟它的需求点，哪怕重资产或者哪怕这个时间成本高一些，投入的成本高一些，我还是愿意自己多做一些我们能做的部分，更加能保证整个产品的稳定性。